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月夜，我们带来库洛罐头。那开始新游戏。雅叶雅雅琪叶，应该是琪雅叶琪雅吧？管他了，放学了，我一前说绕去图书馆，图书馆在哪里？对。这看起来也像是全家飙涨，是吗？真的哦，城镇小弟，你呢？你谁？忘记戴帽子，回家拿。连回家都不会了吗？好热哦，你是不是？他好像谁哦？大卫吗？啊，不要走。什么？城镇图书馆哦，在这里哦。我也找个位置坐好了。这位置在哪里？没有位置啊。然后有了，哎，在挡路啊。哎，可以对话吗？又被借走。这本书是放在哪里的？先对个话好了。哎，柜台还没就。你好，你好，没了。因为没有下去，要想借书。可以自己要自己找，怎么老旧的地方啊？不是这本，有查询机会比较方便，不是吗？这是二楼的吗？说老旧也不为过吧？为什么？坐下。那么今天能写到哪里呢？差不多得回家，来玩，玩。图书馆的停电事件，感觉不妙。你要去哪？谁？虾米郎？一来就要玩追逐战哦？不是吧？真的四号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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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Dead Andy 迷之手，怎样？这又是想怎样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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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知道，那我重要作品不能丢下他逃走。好了，那你就安分的加入我们吧。该怎么办？冰洋，你谁？居然与完成度如此的高，那更加得拉进来才可以。滚，江阿姨。谁呀？死掉了。你没事吧？那就太好啦。我说那个，你该不会是，对，我就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不要怀疑，是你小说里面写的哭了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虚幻的故事啊，不是。嘛，这里和你原本所在的世界本来就不一样啊，所以你才做的啦。说到原因嘛，你是被那个声称影子，就先称作影子吧，你被影子拉进来吧。拉进来不太清楚，我以为是停电，结果周围人都消失了。果然是被拉进来，一定是以我为目标的。哎。因为我看那个影子是未完成就被腰斩的树的怨念集合物的样子哦，就是一个那个集合物应该也是找他自己的作者啊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啊，别管了。接续我们的，然后接续让我出来的状况。这样想，恐怕你这里你所在的世界。也就是人类世界和书本的世界是两个地方吧。被拉进来是因为羡慕，了解了解，
官网什么的，你要找也是去找出版社吧。原来是指这么回事，难以相信，实际上我会接受这个状况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就是主角什么样，主角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能接受，然后没有然后了，继续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无论你想到哪里，这个世界你很快明白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世界啊。因为我也是未完成品啊，相似的存在，所以这个世界的构成和原理，我多少也能理解啊。的确，身为人类的我无法理解理所当然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世界，什么鬼？对，对，这世界就这样吧。那我们出发吧，去哪里？要进入未完成书的世界，或许有一些帮助，也不一定。什么意思？未完成的作品是敌不过已完成的作品，所以从这些书柜中找出已完成的，就是借由完成之力打败那些虚假的东西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是虚假，那个未完成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那个。俗话不是说吗？一个十个人好过胜过一个人，不是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名字竟然都不知道，你不是没署名吗？的确是没有，抱歉，我的名字叫雅琪叶，我觉得他写叶琪雅会比较好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很好，这是我神的名字，我会好好记住。怎么能叫我神？那就老师吧。老师，我可不想成为影子的伙伴。我们快来找书吧。呀，我们好，随便记录。哦，不对劲吗？他十分想妨碍我们的样子。人，我们要怎么处理？好怀念被坏。坏人被魔女用魔法变成家具，恐怖啊！感觉人口会流失啊！不是那种故事，那是哪种故事？讲啊，你讲讲看啊！啊，没有，网上。这本书很有趣啊，是这样，老师，你在这世界存活自信，你有吗？完全没有。啊，很有自信的说完全没有，这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再睡一下吗？哎，那边还有，可是刚才明明就没有。今晚的派对，这本书如何？不行吗？不，书没有什么不行，只是我觉得不会那么顺利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我说过嘛，要去书本的世界，借助书的力量。你说过。本来应该只要拜托书里的居民就可以。但影子的力量比预计的更强，似乎连书本的内容都受到侵蚀。这么一来，有很有可能不会将力量借给我们。那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，例如书局之类的。这么远的距离，怎么会不能想办法吗？说的也是呢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没进到书本里，库伦也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。哎呀，饼说的通俗。那你要如何在这本书都被影子支配下，里面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？就算这样，先试着进去比较妥当吧，比起什么都不做。是啊，光是思考也不明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总之要去作死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令人不安呐、啊！对啊，令人不安，要去作死。明知山有虎，却向虎山行。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哎，我们不是要进去吗？哎，我以为你会带我进去的。稍等一下，先存了，还请快一点。我就不知道我要干嘛吼。是呢。哎，我可以进去把那保险箱密码打开吗？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的作者通常会。有闪亮亮的东西发出来，如果没有的话就没事。走，被吸进去吗？很简单，只要敲书的封面三下就行了。
不管是哪个世界，都不能随便进别人房间吗？由我来吗？哎呀，由你来啦，快等啦！哎，不对，我们在操控主角，所以是我来按。我知道了。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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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平安到达了呢，真的。是一个伯爵，每天晚上都会举办故事。伯爵夫人很喜欢派对，每晚会邀请不同的人来前往。是什么？吃树叶吗？有一名男子向派对里面有没有没肉吃吗？伯爵夫人很喜欢吃草食，所以家庭里面都没有肉食，料理大概也是沙拉的样子。最后，男人把伯爵夫人给吃掉了。如今。极尽的派对会场被留下了，哦吼，大概就这样写。不小心谨慎的话会遇到坏事的故事哦，这跟会不会遇到坏事的故事好像无关吧？这只是一个想吃肉的，然后把人给吃掉而已。那伯爵夫人直接把他赶出去就得啦，就不会变成坏事了。真的是哦，老师你的兴趣很糟，这是什么话？嘛，也没关系啊。那名男遇到那名男子，感觉老师一定会被吃掉。哎，是以被袭击为前提吗？嗯，坏事要以坏的为起头。总之，我们先去拜见吧。哎，要去吗？不去，故事怎么进行？只有前进会前进的，也就有时间，而且照顾最困难，有利人士或许会介入我们，借助我们的力量。嗯，也是哈，我也不清楚故事登场的派对会场，我也不知道能去哪里。嗯，我明白了，那我们去找派对会场吧。哎，终于讲完了，真的是搞不懂他们的想法呢。这是什么？活板吗？不知道会连接到何处，锁上打不开。好了，应该是连接到第一世界。派对会场，没路，看来不会那么顺利。我们能不能找找看其他的路？哎呀，真难过啊！哎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有东西，没路了。会不会有其他路？只是还没找到而已。原来我是不管在哪里都有路就好了。是这里呀、啊，这不是钥匙吗？真的耶，好像很深，光用树枝够不到，只能把水抽掉。我们不能跳到河里面去游泳吗？这只是一个……哎，库洛，你可以吧？跳下去游泳就好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往这边走好了，没路。我们要怎么把水抽掉？啊？哎，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，真的有路。隐藏的真不是普通的巧妙，有块木牌，上面会写什么？关于水池，需要蓄水。当水因受到污染而不得不抽水，请去前方的水阀。真的要抽水，然后隐藏在那种奇奇怪怪的地方，谁会知道？前去小屋抽水，这看起来就是怪怪的啊。等一下又有追逐战了，先存档。一定是还没达成开门条件，这小屋不是用钥匙锁上的，条件哦，条件是什么？条件又是什么？条件木牌上面的确有写什么，我根本没有在看，好吧？不是啊，他要什么？他不是只是想要我们把水抽干而已吗？蓄水受到污染，不得不抽水。可是
我们怎么污染？一个人类掉下去就感觉已经被污染到了。是什么？石头吗？石头能污染？土能污染？啊，随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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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好好想过吗？没怎么想。石头跟那个最好是能啦。我没关系，我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怎么想都不对劲呢？石头跟什么？跟土，一点点的石头跟一点点的土可以混，可以污染。我怎么不怎么感觉到可以？反正他说可以就可以啊。不对啊，石头跟那个什么土，原本河里面就有啦，水池里面就有。对嘛，果然不行嘛，想那么天真。难怪他会说你有没有想过？哎，不是啊，那我们要怎么样要污染它？没有东西可以污染嘞。啊，难过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把那个旁边的小树木给折断就好了。这个是油缸啊，上面写芥子油。找到好东西了，嗯，那把油倒进去吗？有哦，污染啊！终于有了，终于有了。我想说，老师的头脑怎么那么笨啊？泥土跟石头最好是可以污染那个池塘啊，某种意义上面是不行啊。反正不管了，就先这样子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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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我们好像在破坏大自然。等一下，那个小屋的人会不会冲出来杀我？哦，这是很快通过吗？怎么通过？打开了，得去转水阀。好了，要转喽，赶快转好不好？就为了等你这一刻，转不动，你就是休了。是不是因为老师身上带很多笔的关系？这有关吗？我倒觉得那没那回事啊，真没办法，让我来转吧。老师，啊，我身上也好像太多笔了。也就是你也转不动了，这跟笔有什么关系吗？有什么可以让它转动？这桌子感觉好像可以移动哎，有什么可以转动的哦？没有啦，转不动哎。哦，有了，来，我来喂你喝油。转开了，这下得再回去那个冥王不可，也是成个档。我觉得等一下那迷宫又更难走。哎呀，生锈的要素，这是又死掉了。嗯哼，
就这些黑黑的地方都是那个被影子侵蚀的地方，一片黑呢。摸索墙壁哦，不用啊，靠直觉走。走错再讲嘛，哎，走错。走到一个地方有光的，我看到，我们出来了这边，你有被怪手锁起来吗？我说骷髅，是的，这个地下道故事没有登场，也是被隐藏的路，而且这种小路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？哦，你明白啦，老师，我想这是影子对。这本书对影子产生的抵抗的心态，果然也不好受吧，却不会置我们于不顾，会避开影子，产生投生通道给我们，所以迷宫才会消失，真是感激不尽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真的是，这抵抗是很正常的好吗？又讲到，哎呦，兔子，那什么杀人兔啊，往前走这个遇到派对了。那个杀人都感觉都怪怪欸。呀，有了！前方不远处有个像个面包的屋子，怎么了，骷髅？我认为这是故事结束后的世界，也就是只有变成极限的会长而被建造出来而已。欸，为什么？在书中，就算故事完结了，应该完结后的世界也会和平常一样过的日子。我的状况是在还旅途的，就是，也就是说不会像现在一样，也就是说不用像现在这样亲身去体验故事也没关系吗？是啊，而且造成这样状态的话，代表故事人们有好好进行故事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就算我们向他们搭话，也只会说故事出来的台词，恐怕很难请求协助了。那么我们被吃掉，可能性也会化为乌有哦。老师，请你还是好好选书吧，真的。我有好好选了啊，你真的有好好选的话，你就不会选一个这个的书啊，有没有？啊，随便了，赶快进去啊。为什么？如果不进去的话，故事就不会结束。不会结束的故事是走不出来的，所以不要再讲了。那、啊、好了，没有，赶快走。要 为了驱除影子是吗？问你出来哪里？衣服、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实况呢，就先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右下方点个喜欢啊。如果想看更多剧情，就在左下方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再会喽。拜拜。